长期照顾服务输送需要很多的人，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照护员需求量也是最大的，所以呢训练好跟不好很重要，但是它出现了大问题。Hello，大家好，我是狐狸。开立这个频道最主要是来谈管理论长照，也谈主管生活跟工作上的平衡。一个礼拜呢会分享一个片子，如果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记得要订阅、分享、按赞、开启小铃铛来提醒大家。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这个主题哦。现在呢，台湾的长期照顾的需求预估大概有83万上下的人，提供长期照顾的照护员的人数大概约莫10万人。那其中60%呢是居家式的这个照顾服务人员。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论这个主题呢？最主要是因为我前上个礼拜呢去审查了这个一个县市政府要补助办理这个职训照顾服务人员的职业训练的专班的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目前现行照护员的训练大概就透过两个管道，一个呢是自训自用。那这自训自用通常都是单位想要自己运用这个能力，所以他只要核备给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就自己可以办这样子的一个课程。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跟职训有关，就是针对事业者来上这样子的一个班。那这次我在审查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情况，其实以前我没有注意的，是在审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我们原本90小时的训练，那当然有些班是可能有90小时，加上一些什么性别啦、多元啊、原住民的这些的一个课程哈。那这些课程加上去的时候，就可能100出，但是基本的训练的部分跟照护员训练有关的，就是90小时。不管是政府或者是民间单位，都知道这90小时绝对是不够的，后续要辅以一些在职训练的部分的。为什么会觉得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会很有问题？因为在审查呢，机构数其实不多，但是班数不少。那有的人就提出了好几个班。那我就看到了几个现象，想要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哈。第一个现象就是，训练单位的背景影响到训练的成效哦。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这次呢，有一些是属于大型医院的，有一些是属于专门在培训的，那有一些可能比较倾向于想要自训，但是他不想要花钱，所以呢，来透过职训的方式来找到一些照护员，大概有这几个形态。办训单位的背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派出来的讲师影响就非常非常的大。这个大型的医院所有的课程都是医院的讲师。护理长啊、物理治疗师啊、职能治疗师，如果是属于技术类的比如说照顾技巧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标准化的动作启动赶快呢，可是其他关于长期照顾服务的一些理念啊、认知，其实是必须要有不同的多元的讲师来提供协助会更好的。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即便你这家医院有这个特约长照机构、居家室或者是社区型的长照机构，但是你出来的讲师不见得有接触这些的长照的业务的内容，你可能有一些互动过程当中的概念，但是你对操作并不熟。其实我看到我是会摇头的哦，就虽然你们的讲师都非常优秀，但是他熟这个领域吗？正如我刚刚所提到的，我们长期照顾的这个所有的专业人员当中呢，有60%是属于居家室的，其他的才是社区型的机构。还有医院哈，讲师的多元性是相当相当重要，这个是一种形态哈，它背景是这样。另外的一种形态是，它是专门在办训的，但是同一个讲师可以上10种课。如果是属于技术，我刚刚讲他的有时候技术他会拆得很细嘛，他训练的时段都不是很长，他被切得很细很细，我觉得 OK。可是其他的包山包海10个课同一个讲师，我知道，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职训给的讲师费是明显比一般的外部的相关的课程来的低，讲师一趟来讲对他很不好意思，所以把他派课多一点。但是讲师真的懂这么多吗？他的回应是告诉我，因为呢这些讲师呢有做过什么什么什么，我就问嘛，我这个背景看起来跟我们的这个训练相关性没那么的强欸，那你为什么排这么多的课？因为他有担任某一家长照机构的这个外聘，外聘就可以退，懂这么多吗？站在受训练者的角度，同一个讲师能会不会很容易在上课的时候呈现一种疲劳状态？会的。真的会。所以其实我们同仁在排这些讲师的时候，如果他排的太多，我都会跟他讲千万不要排那么多。那包含的有人邀请我去的时候，他说老师你一趟路来啊，还有时间，所以我们就帮你排多一点。我都跟他讲 No， 因为
讲课会花心力的，所以其实如果我要把课讲好，我通常不倾向于这么长的时间授课，除非我用的是 workshop 的方式，可能有一些讨论，然后我不会一直讲一直讲，否则的话讲到最后都没有声音的，这样的品质怎么会好？这个其实真的是要好好的考虑的。对于同一个讲师上这么多的内容，你自己真的有把握上这些东西吗？当然有人会觉得说，我已经上这么多年，我一定很会上。大家清楚，只要你不是在同样的一个场域里面，有可能你只有接触某一个部分、某一个层面，但是你没有长期经营在这样子的一个实务场域里面。其实你要知道，实务是经常性的变动的，有很多的观念是不断的在改。我在这一个领域里面20几年来，我光是我的经营理念跟在落实上面，已经跟动了不知道多少波了。因为你原来的认知，你会觉得是对的，可是随着环境，外面的环境不断的在改变，你自己的认知不断的在成熟，你对于要做的事情会有所改变的。好的训练包含了讲师之外，还有你授课的方式，第三个你的教材，这三个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承办的单位或者是我们官方其实都没有给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很容易造成不同的单位训练出来的。他的整个状态，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医院训练出来的，然后呢，实务训练出来的，因为他们可能是以居家式的为主，他们训练出来就很多很多偏向于这个居家式所需要的人。还有一种就是自训自用的，就是因为我要自己用，所以我就自己训。那通常比较多是在住宿型的或者是居家型，因为居家型的量最大，我办完的就是我要自己用嘛，所以我一定会加强你对于这个居家式的认知或者是这个机构式的认知，就是你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可能要画某一些的这个内容或者是认知给他。OK，可是呢，就诚如我刚刚所提到的，我们这些参训的人，他们以后不一定只有在居家式或者是住宿型的，他有可能会到医院去，他有可能会到社区去，但是他们的认知里面有可能就缺少了某一个部分了。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在看办训的时候，我们的讲师只是一个讲师放上去，但是呢，好像这些的职训单位就是他练，只要他的资格符合几年的要求，他就可以来上课。然后他有没有相关，好像不是那么的重要。那职训的地方就变成他练手的地方，哦，就是他上课练手的地方。反正呢，最后他在职的时候还会有训练嘛，哈，哦。那这块我是觉得相当相当的不以为然的。我觉得赵福远在一进来的时候有正确的。对于我们照顾服务的理念也好，或者是我们在服务诉讼过程当中所有的技术也好、认知也好，都要正确，位于整体的照顾产业的发展才会比较好。对于赵福远个人本身的未来职涯的发展的，也比较能够有产生正向的效果，而不是到了在职的时候才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在职会关系到什么？在职会关系到这个单位到底有没有很认真的去培养他的照护员哦？如果照护员进入到这家机构，非常强调照护员个人的未来的职业发展的可能，或者是强调他的教育训练，对于他不管他的专业发展，或者是未来职涯的一些相关的训练，就会给予他比较多规划。在我们的坊间，就是我们的实务现场，其实有不少的长照机构对于照护员的这个训练，只要能够完成积分就好了。甚至于就是让照护员自己到外面找免费的，因为他们会跟你讲说，哇，那个免费的很难排，所以他的积分就不足。那你单位是不能办吗？有些单位就是讲说啊，因为我们组织小啊，所以呢，我们没有这个经费来办一些训练。其实组织小有组织小的运作方式嘛，好，比如说我就常常建议他们把几家小的长照机构集合起来办一场训练，把你们照护员通通纠正会。就可以上课，上他们现在所需要的课程的内容，而不是让任由他们在外面，只要有积分就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够对照护员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好，我自己深深的认为，因为你要运用它，你又不去设想它未来的这个发展，而只是希望在他身上利用他的劳力而已。
服务员是我们长期照顾当中最基础的，没有他们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些工作的，所以应该要重视他们的一个训练的需求哦。照护员本身也是一样，就是你要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当你要来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也要储备一些东西，纯粹去仰赖长照机构，如果你的机构不愿意，你只是在那边骂也没有用。当你面对到这样的机构，要么就是你是舍弃它，要么就是你自己要把你自己的职能给培养好，如果未来有不同的一个职涯的规划的时候，才能够更有底气的去面对未来的挑战哦。所以这是我自己这一次在整这个案子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长期照顾的一个之前训练，就是照顾服务人员之前训练，其实相当相当的不足。如果你的承训单位邀请的是比较好的讲师，我觉得可能你训出来的这些的照护员的整个对长期照顾的认知或者技术来讲就会比较好。然后如果你的单位只是为了取得资格，然后就训完了，就像我之前刚好两个对比，一个是承训单位，那同时他也是长期照顾单位，他这个基金会的执行长跟我讲，他不用其他单位训过的照护员，因为他对他们自己的训练品质非常的自信，而且我也用过他们的照护员。真的很棒。然后另外一个，但是呢，这不是机构跟我讲的，是我们曾经去受过训练的照护员来讲的。他没有完训，他50小时训完之后不去实习，因为他被吓到了。最后他们两个夫妻没有完训，因为他们是退休之后想说啊，伯哥来这块卖嘞，做其他的工作看看，然后就去受训。结果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个训练单位跟他讲说，你们为什么来做照护员？都其实我就被叹气。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长期照顾的里面，我对，没错，我们工作就是为了要有所得，但是不能只有赚钱这个认知在你脑袋里面呐、啊。那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们所提问的东西都让他们吓死了。比如说，他就提了一个，如果我们照护员被性骚扰怎么办？竟然回答他，你要忍耐，因为你不能让客户流失，因为客户最重要，客户就是钱的来源。如果这样的训练单位训练出来，你觉得他的品质会好吗？未来长期照顾的需求只会越来越高，对于照顾服务人员需求也会越高。在这个照顾机器人还没有跑出来之前，这些人是很重要的。有好的训练的方式，选定对的讲师，另外一个就是好的教材，能够训练出好的长照人员是国家大计。但是呢，很显然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的重视他们，这个是未来我们大家要共同努力的。不管是为了我们的自己本身的长照人员的专业职涯的发展，或者是对我们受照顾者来讲，都是相当相当重要的。这个是我今天的分享。那希望台湾的长期照顾可以越来越好，要有人提出问题，可能可以因为你的一句话改。